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来到我们第六集的摄影师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来到第六集的整理摄影师房间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来到我们第六集的整理摄影师房间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来到了第六集的整理摄影师房间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整理我们身后的这一个柜子。那这个柜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小瓶瓶罐罐啊，然后有一些摄影的书籍跟小小的一些电子的设备，还有一些空盒子。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来到第六集的整理摄影师房间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整理我们身后的这两个柜子。那这两个柜子里面有充满的摄影书籍，有摄影的产品包装，因为我喜欢保留所有的包装，还有一些小小的电子设备都在里面。那我们今天就来。Hi, my name is Kai.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来到了第六集的 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来到了第六集的整理摄影师房间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整理我们身后的这两个柜子。那这两个柜子里面充满了瓶瓶罐罐，然后还有很多摄影的箱子，就是你买了产品的箱子，我都会保留在里面。那还有一些什么电子产品。摄影书籍的、Hi, my name is Kai Wan. 今天来到了第六集的整理摄影师房间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来整理身后这两个柜子。那这两个柜子里面充满了摄影书籍，还有摄影产品的包装，因为我喜欢保留所有的产品包装。那还有一些小小的瓶瓶罐罐跟配件。那我们就直接来清理吧。